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哦，刚刚确实不太好用。嗯，那，你除了这个，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要说的？没有了。没有了？没有就算了，你自己慢慢洗吧。 到底该说什么？这是那天的烟花吗？画的还挺好的。麻辣烫才是真爱。 游泳专治肩周炎，今天又让他加班了。拿到驾照第一天的白秘书，连撞三次。 合作愉快，连着画了三年，这代表什么意思啊？这，是我想的那样吗？金石，你真的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那我走了。 白秘书，我喜欢你，行了吧？其实我每次半夜给你打电话，都是想。喂。其实我想说，我喜欢你。喂。白秘书。 又怎么了？你去哪儿了？我还有话没说完。喂，喂，你要是敢离开我，你就死定了。喂，你不是要谈吗？你不要和别人约会的，和我约会吧。喂，我喜欢你。